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他今天吃素，我们今天找到一间吃素的餐厅，素食馆，好可爱啊！他也有卖素月饼哎，哼哼哼。这个是他的菜单，这个是月饼，菜单在这里。对对，他的菜单，
好，我们来到这间餐厅，这是它的 menu。OK， 我们今天三个人，然后我们今天点了肉骨茶饭、砂锅饭跟鱼头米粉，现在等上菜。好，素食的八姑得来了，然后他有附一个饭跟菜，这个是什么？白叶豆腐吗？应该是。哦，你捞一下，看里面是什么？豆腐，然后素料这样子。好像素的排骨哦。还有香菇吗？有香菇，你不能吃。我不能吃，对，好。那这个是饭跟青菜。这个是砂锅，砂锅。然后这个是鱼头米粉。这个俯瞰长这个样子 ，take a photo。好，我现在要吃这个鱼头米粉。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素的鱼头长怎么样。这个素的鱼头长这样，它有做假假的鱼皮，这个是应该是海苔来的。嗯，感觉是那合成肉下去做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这好像是假肉。嗯。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用假肉做的很像，然后它里面有青菜，还有一些香菜在里面。然后吃一口这个米粉，它米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，然后它是用黄米粉下去，它不是用白米粉。它的汤就是吸满了那种汤汁，然后感觉有一点点番茄的清香味在里面，还有一些就是青菜的菜味。然后它汤本身是有点牛奶牛奶的颜色，像牛奶牛奶的颜色。嗯，好，这素食的鱼头米粉，我本身会给八分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喽。你知道吗？起来打游戏啊！你在什么？好，你现在吃的是砂锅，跟我们讲一下砂锅好不好吃？蛮不错。那一到十分，你给几分 ？8 or 10吧。8 or 10，那里面有什么？介绍一下。有什么 ？As you can see， 我们这里有饭。香菇，嗯哼，嗯，这是什么豆腐？这是你给我的吗？豆腐，哎，我有这里干的，豆腐、红萝卜、还有什么？没有啊，嗯，就是这样，还有这些，还有坚果。That's all. OK， 那非常好吃。OK， 八到十分，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接下来肉骨茶，这是素的肉骨茶。可以啊，我介绍一下里面。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豆腐，豆腐，芋头，这是芋头哦。对，这是芋头。芋头好，有枸杞，我看到香菜，还有这是假的肉，假肉。好，嗯，就这样，好。然后它还有一个 side dish， 一个菜这样。好，好，那这一到十分给几分？我们用素食的标准，八分。八分 ，OK， 给大家参考一下喽。那我们今天来的是这家店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创世纪素食馆，地址在这边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要开吃啦。好，我们现在吃完饭出来了，跟大家讲一下地理位置，这间餐厅叫做在 Chinatown 唐城坊的对面。对，现在这边很有就是中秋节的气氛，然后从这边 entry 进去，在 B1。好，今天介绍大家这间素食餐厅。会来这间餐厅是因为我其中一个朋友他
今天吃素，所以我们才决定来拍这间餐厅。然后刚好这间餐厅之前呢，我们也很想来试试看，所以今天刚好在川辣汤这附近买东西逛街，就过来这边吃吃看喽。那以上是今天乔林日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。那我们乔林日下次见，拜拜。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